咱再来看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德政治献金做假小购金花城等案的争议哦，佮继续在传烧。台北市国民党的议员郑小平早起，佮伫台北地检署去告黄珊珊涉嫌多利罪。另外，台北市议会金花城的调查小组，正式邀请前副市长裴振兴来说明。有议员开会了后是表示讲，裴振兴的讲法正是讲当初是前市长郭文德直接交办的。郭文德是回应表示讲哦，也阁开记者会来说明。郭文德台北市长林来金华城争议继续伫咧冤，台北市议会金华城专案调查小组二日邀请台北市前副市长裴振兴出席访谈。国民党议员张小平认为，裴振兴无参加便当会所出席的记录，质疑郭文铁甲黄珊珊涉嫌主导。而且在其到北检追加告发黄珊珊涉嫌多利罪。昨天晴天霹雳啊，那个彭振声来了，来的时候他说三次便当会他都没参加，可我们告了，我要加告你嘛，因为三次都你在处理的，你是副市长。公共纳立机关会后专属也认为，裴振兴的关怀正式，当作是前市长郭文铁直接告办。地主郭文铁也做回应。昨天彭振声昨天到议会的时候有讲说，很怕你也交办。站好了，我看哦，来开个记者会，把这些都讲清楚，一次全部处理。针对政治献金的代志，党内立委陈昭珠表示应该依法清查，但是也讲，伫最近陈佩琪看一亿2000万高级税证据，认为郭文铁加陈佩琪两个医生职业加起来超过70年，每次应该无问题。有关政治献金部分，我们就依法去清查嘛。讲那个买房子的事，我个人觉得说，那个因为柯P他跟他太太两个人，我算一算，大概两个人职业超过70年了，买房子不是问题。那就两边烧，台埔大楼正伫咧装潢的民众党中央行动部，可能是无申请许可，引起外界注意。民众党表示，这个立案有送件，是无规片审查。会配合监管处会勘依法办理。另外，又阁传出讲，前立委蔡碧如敢若是报假销超过100万。伫之前，蔡碧如接受访问时阵，补贴讲相关资料互网军乱组编，若是有必要会去告。记者综合报道。